对，你做梦。没有啦，不讲啊，很累啊。讲啊，做梦。就我已经尽力了，可是我还是达不到那个 sales， 就身体都很累啊。幸亏你遇到我，我带你去充电。以上的这个情形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？我们要如何提升职场的能量？今天让我来与大家分享三大提升职场的能量。能量第一，要有自信，每秒都要对自己说我是独一无二。能量第二，要对自己有自律，每天都要记录自己的行动计划，反思检讨。能量第三，环境要选对的人来讨论问题，就要选对方向，找对平台，跟对人，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。只要保持以上的三大能量，我们就能提升职场的业务。加油！能量满满。